但係當你有咁樣嘅台階俾咗你之後，你企到喺台上面，哇！原來我可以上到台係咁靚咁亮眼㗎，係嘛？咁你攞呢個獎簡直實至名歸。我而家有多啲 Facebook fans。哦 ，Facebook fans， 哇，真係犀利喎！所以你參加完之後，你仲好多機會可以去展現一下你嘅魅力㗎。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咧已經學到好多關於旗袍嘅用處或者適合嘅地方啦。最好嘅旗袍就係度身訂做㗎啦。2011年美国中华旗袍魅力大赛电视特辑，逢星期一晚6:30起 KMTP32台世界电视播出，敬请收看。